哎，老板，这肉多少钱一斤？15块钱。10块钱二斤。哎，给我来一斤吧。挑点好的，我炒着吃。行行，这点那个猪头肉呢？猪头，16。16啊，这全是16。哎，全是。啊，自己卤的是吧？对。啊，还有这肺呢？比15块钱三斤。肺10块钱三斤。哎，对。哎呀，这么便宜啊！啊，这是多少钱呢？5块钱。好嘞，5块钱是吧？哎，这个猪头肉都自己现做的啊？那第一天过的。哎，蛮好看的啊。Hello。嗯。老刘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好久没见你了啊。哦，你上次我是不吃烧烤，你给我带着烧烤的。哎，别提了，来，给我加工个菜啊。可以。是吃那个淄博吃烧烤啊，感觉自己有点缺心眼，补补心眼吧。行，可以。你现在这些肉多少钱？这肉多少钱？你现在这全部多少钱？10块。5块2毛钱，这么便宜吗？啊，这种便宜啊，便宜，在农村大集吃的东西是真便宜啊，这么一碗啊，才5块钱。哎，开始了啊，兄弟们啊，5块钱的猪头肉，哎，我们这边人都喜欢吃醋啊，好，哎呀，好，哎呀，加上佐料啊，好、哦。吃的好啊，这个玩意儿吃完了，哎呦，加上2块钱的藕，这藕是2块钱。哎，姐姐，哎，你说我吃完你炒那个菜，能不能长点心眼？肯定的。啊，肯定长心眼啊。啊，对，那就行。是啊，老六，哎，从淄博回来又这又吃啥了？这吃的啥这是？可别提了，去一趟淄博，人家说我缺心眼儿。